岸码头。啊，今天浪很北岸浪很大，所以所有的船只都在尾巴的另外一边南岸码头来上下船。啊，就是供登岛的游客来上下船啊，有安全性的考量，所以所有的浪都被这条尾巴挡住了。啊，所以等一下你们绕到南边就会风平浪静啊，风平浪静。那你现在看到那个我们的简易码头有没有啊？简易码头一直到延伸到我们船开到了这里，等一下即将抵达这一块呢。这底下全部现在是龟山岛最珍贵的珊瑚区啊！你看到夏天，今年夏天很烫的点，牛奶湖。第二个点就是这里的哈，就是我现在两点钟方向这一块海域啊，这一块海域啊，夏天会停很多的帆船来这边进行深潜、浮潜或水上活动，而且现在还没有规定要申请，所以他们可以自行开着船来这边进行深潜或浮潜，因为就是要来看龟山岛目前最珍贵的火山湖区哦，火山湖区哦，从北岸码头一直到现在我们船这边啊，到我们船。